大家好，我是配音员夏磊。时间总是过得非常快，一转眼呢，已经到了相遇五年的日子了。每年到了这个时候，许墨和我都有一些心照不宣的约定，希望能给制作人带来特别的、有意义的纪念。五年留下了很多丰富的回忆，许墨和制作人一起经历了很多，在林间放飞萤火虫，在极光下捕捉最美的画面，在下雨天里看过的老电影，窗台上的小枝子也在精心的呵护下愈发茂盛。相信对于许墨来说，和制作人共度的时光都是他心中最美好的色彩。那对我来说呢，一直都很高兴能和制作人一样陪伴老许，看他一点一点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其实悄悄地说，现在的老许比五年前的老许已经进步很多了，这都要多亏我们的制作人。最后在这里祝恋与制作人五周年快乐，也祝我们的制作人和许墨在未来拥有比五年更多的、更幸福的相伴时光。